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老拉提，也是你的专属小兽。我老头去输液了，小兽的任务就在我身上了。鲜花饼和花茶用的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玫瑰花，重瓣红玫瑰。我们家的花全程都不打农药，鲜花饼里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，每一枚饼用五朵鲜花制作而成，而且我们是真正的用鲜花做的，市面大多数都是用现成的花浆。这包装你们看看可不可爱吧，上面是我和大黑狗，这个图案细节的很，还能看出来大黑狗的卷卷耳朵。一盒饼里面是八个独立包装的，然后再额外赠送两枚免费的试吃，收到货先尝试吃，不好吃包退。我们之前老包装卖了几千单零差评，你们放心下单品尝，每一个都是现做现发，日期新鲜，个个都是皮薄馅足，浓浓的花香味，是低糖的，不是齁甜的那种。里面加的蜂蜜都是我姥姥去山上收的土蜂蜜，好吃死了。我们的花茶是玫瑰花冠王，没有经过硫磺熏过，每一朵都是工人手工采摘，只选用凌晨3点到5点没有见过太阳的花，这样里面的花青素和 VC 含量最高。鲜花饼保质期6个月，但是我们没有加香精色素，所以大家收到尽量在1个月内吃完，时间久了玫瑰花瓣会自然氧化，颜色和香味都会变淡，越酱越馋，馋死戒了，真的太香了，来一口吧，快点下单品尝吧，叔叔姨姨们，相信小六，几十块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能买到可口美味无添加的鲜花饼，如果不亏，下单就送罗罗卖的贴纸和小卡片，单笔金额满99随即送至家，要是扣冰箱贴，拜拜大家。